我们家从前年装修完搬进来就装了一台扫拖地机器人，也就是这个云鲸 J1 啊，到现在已经用了1年多，连拖头都换了好几个啊，基本上我们家90%的地面清洁工作都是交给它来完成，真的还蛮好用的，也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啊。不过作为云鲸的第一代产品，它还是有很多我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比如需要手动给它换扫拖模块啊，手动添加水倒水，然后它的扫地的尘盒也比较小。所以最近看到云鲸第三代产品，也就是 J3 发布，几乎每一处的升级都戳中了我用 J1 时的痛点，我就知道我们家的 J1 是时候退休了。首先，我想聊聊自动上下水的问题啊。云鲸机器人的里面有2个水箱，蓝色的装清水，清水里面一般也会添加清洁剂，灰色的是空的，用来存拖完地自动清洗拖布之后的污水。用 J1 的时候，用几次就需要给它加清水啊，加清洁剂，然后要倒掉污水。而且这里面的污水，如果长时间你忘了倒的话，也会有难闻的气味。其实去年的 J2 就已经支持自动上下水了，但是我以为我们家已经装修好了，就不具备安装上下水的条件啊，所以就没怎么在意。不过最近我了解云鲸 J3 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们家的洗脸台下面是有上下水管可以接的。并且在装修的时候还在下面留了灯带，所以通电也不是问题啊。但是这个地方的下水是一个墙排，位置有点高，我就不确定 J3 能不能装，所以我就联系了云鲸的客服啊，那边说50厘米的高度是可以安装的，然后就帮我安排了云鲸的安装人员上门来探测啊，确定可以安装啊，整个安装过程也非常顺利。这里面有2点让我很惊讶的，首先是来给我上门安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95后啊，就比我的年纪还要小。然后他们说，他们团队有很多的同事都是95后。其次就是他真的对云鲸的产品非常了解，所以我也跟他聊了很多，也从他口中了解到很多云鲸开发时候的一些设计还有技术的细节。J3 不仅不需要手动换水，甚至连清洁剂也不需要自己添加。J3 的清洁剂是装在基站里面的，需要加的时候会自动添加。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点选我想要的清洁模式，然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之前用 J1 的时候，我是把它放在客厅的沙发旁边啊，现在 J3 放在洗脸台下面，我和我的家人都觉得放在这个位置非常好啊，不占用客厅的空间，也比较隐蔽。自动换水真的是太香了，如果你也考虑买云鲸的 J3，如果你们家有条件装上下水的话，一定要装。如果是正在装修，也记得给机器人预留一个位置，还有上下水的管道，还有电。之前用的一代的扫地模块和拖地模块是安装在一个位置的啊，所以每次扫完要拖，或者是拖完要扫的时候，都需要把机器人翻过来，然后自己给它更换模块，然后再把机器人放回基站。J3 就直接把扫地模块和拖地模块都放在机身上面，也就不需要换模块了。我觉得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实现扫拖一体。所以三代也比一代有更多的清洁模式啊，比如日常想要快速清洁，就可以让它同时边扫边拖。像如果家里面临时要来客人之类的，就可以用这种模式快速的清洁一下。一般隔几天我会让它深度清洁一次，就是使用先扫后拖，就是把指定区域先扫完，然后再拖。扫地的时候拖布会抬升，拖地的时候扫地的模块也会抬升，这个设计可以避免二次污染，看着就很舒服。原来用 J1 的时候，我有一个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尘盒实在有点小啊。虽然我们家2室1厅，总共面积也没多大啊，但是机器人扫着扫着就提示尘盒已满，而且倒尘盒的时候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但是到了 J3，它的尘盒终于比之前大了很多。然后它倒垃圾时候的设计也做了一些优化，就可以单手取出来，然后单手倒里面的垃圾啊，比 J1 更方便也更加卫生。我觉得 J3 在上面这3点的升级，每一处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香的，而且它有很多细节的升级。比如第一次开机用 J3 机器人的时候，我老婆就说好像声音比之前老的要小一点啊，我自己发现也是这样。而且在洗完拖布的时候啊，像 J1 用的是风吹干拖布啊，J3 是用2个独立的风道吹40度的热风来烘干啊，这样就不需要有这么大的风量，声音自然就小了。而且用热风烘干也能够感觉更卫生一些，它能够抑制一些细菌。J3 基站上的屏幕支持直接的触控操作，可以在基站上面选择清扫模式。如果家人没有安装 APP 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我自己其实更喜欢用手机 APP 操作。这样我在任何一个房间，甚至是不在家里面，也可以远程的控制机器人干活。对了，J3 还有一个精灵托管模式
我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一键全屋智能深度清洁模式，它会把家里的地板全部打扫一遍。为什么要加个智能呢？因为这个模式下的机器人会自己判断哪个地方比较脏啊，在它拖地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地方多拖几遍。我开始也很好奇机器人是怎么知道的，了解之后发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在基站里面有一个污水识别系统，它会检测每一次我机器人起拖布的时候产生的污水的色度还有浑浊度啊，这样来判定啊，我觉得还是蛮聪明的。而且这个精灵托管模式还会定期沿着墙壁的边缘扭屁股清洁啊，这样墙跟墙角也能够清洁到位，这个功能也是街三独有的。我觉得这个精灵托管模式比较适合家里面好多天没有人啊，但是猫又把家里搞得很脏，就可以远程托管，让它把全屋都清洁一遍。在 APP 建完地图之后，还有可以给地图的不同的房间设置地板的材质。我们家几乎全屋都是铺的木地板啊，只有厨房还有卫生间贴了瓷砖。这样设置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说就是机器人在拖瓷砖地面的时候会更用力一些，用的水也会更湿一些啊，在拖木地板的时候也就更柔和一些，拖布上的水也不用用的太湿，其实就跟我们人正常拖地时候很类似。街三还有一个跟前两代不一样的就是它可以清洁地毯，在它走到地毯上面的时候会自动抬升拖布，然后用最大的吸力来清洁地毯。我还不清楚是不是可以在拖地模式下自动识别并且避开地毯，如果可以的话又是一个很香的功能。最后简单说一下外观，我觉得云鲸一代和三代都不算丑，三代看起来可能更有高级感一点点。云鲸家的机器人好像都是白色，基本上你家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能搭啊，就算有其他的颜色可以选择，我也可能只会选白色。如果你坚持看到这里已经对这台扫拖机器人种草了，我建议你先别急着下单啊，先想想自己家里是不是真的适合用扫拖机器人。哪些家庭适合用扫拖机器人呢？我自己的经验是，首先家里的面积不能太小，比如说你住出租屋，二十几平米的面积大可不必花这个钱买扫拖机器人。其实你买个吸尘器外加一个普通的拖把啊，拖两下也很方便。还有一点也是经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家里的家具形态还有物品的摆设。其实我们家里地板的相当大部分的面积都是在家具下面啊，如果家里的家具的腿比较矮，机器人钻不进去，这个底下就会变成清洁的一个死角，机器人能钻的优势就无法充分的发挥出来。另外如果家里人习惯在地板上经常乱放一些东西的话，也不太适合用机器人。目前的机器人它再智能也不能帮你把地板上的快递箱、玩具还有杂物等等帮你抬走吧。我们家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买家具包括床、电视柜还有沙发等等都是高脚的，机器人正好可以钻进去进行无死角的一个清洁，这是我们用人力或者用吸尘器都很难清洁到位的。另外我们家也不会经常把一些东西在地板上乱放，我们家甚至连沙发的茶几都没有买啊，这样基本上可以让扫拖机器人搞定绝大部分的地面的清洁的活。现在 J1 已经下市了，所以就不说了。 J2 我自己其实没有用过啊，不过特意去了解对比了一下，简单的总结就是 J3 相比 J2 扫得更干净啊，瓷砖下的拖地也会更干净一些，更安静，尘盒更大啊，基站屏幕也可以操控，可以清洁部分地毯啊，还有扫拖模块也可以单独抬升。如果你是第一次想买云鲸的扫拖机器人，或者是你现在在用 J1 想升级，我建议就直接一步到位买 J3。如果你家现在正在用 J2， 并且对 J3 相对于 J2 的提升并没有那么打动你，其实也可以继续用 J2。从云鲸 J1 到 J3 是一次非常大的升级，在我心目中它让机器人的扫拖体验从80分一下子提高到95分，我都想象不出来下一代的云鲸机器人还能怎么升级啊，总不能自己倒垃圾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家从云鲸 J1 换到 J3 的一个升级体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私信我，我是黄洋，我们下期见，拜拜。